你知道，你性命在我手上，是不是？这样吧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嬉皮，你不要嬉皮笑脸。为什么大家都拿到神奇进步奖呢？我真的成绩很烂，得到进步奖。这个是。媒体组的日常，打打闹闹，就是废报，像这样吗？介绍什么？呵呵，好懂，靠样。是谁什么？他的，会有厂商打广告，然后在旁边那个加字幕，加字幕，请在这边，请在这边留言。好哦，也是可以啦。